看他这个转注速度没有，是不是非常丝毫冒险？平民百姓可以转到如此的慢，你们也可以的。天天给你尿嘞！我操！我操！你就够够喊的哈！我知你听无台语，要不然你袂红过头，规人拍火要倒起来哦。这把比刚刚还厉害啊！你也是卡蛋哦，靠北！第一关13次，哦，终于没卡了，你妈的！基本上这个我跟各位报告哦，就是经过本人精辟的测试，有没有？就是你卡蛋，卡蛋吃个石头有没有？哎啊，他就修好了。这时候只会剩下一只，那算错。哎，其实我们可以把中间那只干掉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把中间干掉也是一种打法啦。哎，你天降不要那么多好不好？我还想要在这关出技能，谢谢，谢谢。嗯，这是没有光柱的意思是？你不要再想回血啦。叠书，看到没有？那个木哦，木哦，脑部哦，脑部猪哦，在不？跟他一起怕老师，就怕我们不可以乱打老师，知道吗？这是一种霸凌的行为，不要欺负老师。老师也是很辛苦的，林老师哎，但是有时候时候这事哦，老师哦，实在是哦，可以让我对对顺利一点点吗？停 ，good good good good。增加 combo 数有没有啊？不知道干嘛？为什么要增加 combo？ 我也不知道，我干嘛增加 combo 数？吃食万劫还好啦，如果能够吃食打的地狱，我都觉得可以接受。就怕那种不能吃食打的。那么这队可以让你转珠哈、哦、变得非常的弱。靠背啊，真的很弱、哦。阿林老师诶、欸，刚是有五颗的样子吗？我看错了。看我的叠珠哦，这个叠珠是很精辟的哦，注意看好哦，这个是非常歪的叠珠哦。欸，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失败的现象啊，真的歪了，十个男的九的歪啊，他那年的歪到一个不行，黑起失误，当作没看到哈、哦。好、哦，如果五颗星，不晓得会不会再升星哦，没关系，他天降够多就好了。哦，看到这个苍蝇王真的是这个转出真的，平民三到五都变30到50。好啦，时机差不多啦，该是做一下这个哈、哦，光珠的哈、哦，强化的、哦。哎、欸，啊，技能早就跳了的，我是没注意到的。欸、我想再储他技能呢、欸，各位等我一下哦、喔。来吧，
有没有这种转出是不是有点智障？没天桥有点危险啊，吓死人了！伪王刚刚就是这样 GG 的，300多万。哎、欸，这个珠子会不会有点少啊？Oh my god， 升两颗，太可怕了！这珠子尽量哈、哦、开下去就不要停了哈、哦。了解哦，开下去就不要停了哈、哦，就是一波送走的意思啊。满血之再进入下一关是比较保险的哈、哦，因为至少可以给他锤一下了。天降一组，欢迎。有苍蝇王要整气干嘛？应该不是太大问题了，应该吧？可是康博数我有问题、欸，就算我整气康博，威力还是很小、欸、好，苍蝇王加苍蝇王的技能哦、喔。啊靠！被转做科。转座客，赶快自己救啊，各位！哦，六，哦 ，Oh my my，Oh my my god！ 吓死我的妈！再一次哈，刚刚是属于一个意外，我转座客了。苍蝇王，再一次哈。啊！吓死人 ！Don't shut me， 麦惊我。我你乖乖。哎、欸，一拳就死了、欸。好吧，既然一拳死了，那就算了哈。我们就不要捶他，捶他大力哈。我想一下哈。龙科了。哇塞，390万！哦啦，没下一关再哦好了，我们下一关再哦，好不好？刚刚不开技能是因为我现在要用天雷战场啊、哦，这就是关键啊，各位！刚才破梗的那几位可以让我留一点点啊神秘感嘛，你这样破我的梗就不好，就那个啦，对不对？玄冥灵量可以开吗？可以开吗？注意哦，这时候不一定要开哦，我看一下，没有水火木，有水。水会转什么？水会转什么？水转光，火转暗。水转光，火转暗。水转光，火转暗。水转光，火转暗，好像是可以哦。因为看起来有点乱嘛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给它开下去了。来吧。千万不要仗着自己秒数多就嚣张了，还是要安安稳稳的转哦。各位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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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。